OK， 你刚刚听到的是《灌篮高手》的前奏。OK， 然后这段其实应该是超粉黑人的 Panama， 好 Panama，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查查看。好，粉黑人的 Panama， 好，但台湾应该比较多人知道它是《灌篮高手》的前奏。那我们今天就来教这首歌的前奏。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第一个小节你看到这个是两拍休止符，第三拍也是休止符，所以总共空了三拍，一、二、三，第四拍的时候一个向下的滑音，不一定是第十七格，因为有可能是第十九格、第二十格都可以，只要一个往从高音往下掉的声音就好了 ，OK 吗？好，也最好不要找太低的吼，因为你下一个音你可以看一下它是第八格的 power chord， 对，所以最好不要离太远。哦，应该说离远一点啦，不然你可能要滑很慢 ，OK 吗？第二个小节，应该第三个小节哈，第五个的 power chord， 第五附带一提，这首歌是 F 大调，哦，四级 B 降，五级 C 五，然后 C 五这边你可以看到也是一样，这个是一个二分音符附点，对，所以它这个拍子总共有三拍，第四拍的时候一样，往下滑。那这个地方我就简单的用原曲速度直接弹一次了吼 ，OK， 预备，一、二、三。大概就是这样子吼，这个应该是最简单的段落。然后接下来进展到下四小节，这边开始就有一些下上的拨法。那这边我必须要先说的，就是这些半拍的部分，你想要全部下拨啊，应该说这首歌全部一直都下拨，应该也是拨得完啦齁，只是我有点懒得一直下拨。OK， 好，因为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这样反拍比较好算。OK， 然后第一拍跟第二拍，F 的四级 B 降五，好，下上下上。然后第三拍的部分是休止符，不用弹，所以记得一定要把音卡掉，不要让它一直延续下去 ，OK 吗？就是卡掉。然后第四拍的内容是这样子，先一个半拍，反拍的时候呢，直接到第五弦的第三格 C 五 ，OK， 所以是一、二、三的时候是休止符哈，就这个地方。然后第四拍的时候挥空，好，顺便把声音盖掉，弹起来的时候就是 C 五。好，类似像这样 ，OK 吗？好，然后下一个小节也是一样。好，第一拍的内容下上，然后它的第二拍虽然也是直接刷一个 C 5的 power chord 出来，但上面我写了一个实心点，所以你必须要刷以后马上把它断掉 ，OK 吗？好，就是两只手一起做，因为我们现在的 gain 比较强。好，那我就先弹这两个小节。好，接下来就是这两个小节部分。预备，一、二、三、四。OK， 好，会刷扣都会哈，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然后第八小节下上下上一样，好。第三拍、第四拍休止符，到这边为止应该都没什么问题了哈。只是到第九格的时候，你看到这边 pH 哈，这个人工泛音的部分，那我会建议人工泛音又有本来的声音的话，我自己的话会全部下拨哈，因为人工泛音是下拨嘛，所以在马上就冲下去开始弹人工泛音之后，我会建议就是先把它的音符先弄熟哈。先这个段的话，一个闷音，一个闷音。好，第五弦上面的空弦音 A 哦都是闷音，然后第四弦上面第七格其实这个也是 A 啦哈，就是高八度的 A 的地方都是人工泛音。那我们这边先弹开放了就好，所以听起来像这样子。对，就是你要先弹手这样。然后接下来呢，才把你开放的音做成人工泛音。好，类似像这样子 ，OK 吗？那我就弹这两个小节，先用比较慢一点的速度，然后不弹人工泛音，
现在速度只有100。好，就这两个小节，一、二、三、四。OK， 把人工发音音加下去，一、二、三、四。OK 吗？好，接下来我用142，好，连续弹这几个小节。来，一、二、三、四。来，预备，再一次来，我连续弹好，二、三、四。OK， 好，那我就一次弹六七八九小节哦，就全部的这个四小节，一、二、三、四。再一次来，一、二、三、四。好，应该是非常的顺利。然后，如果你说一开始如果说太快的话，你可以尽量从慢的地方开始弹过来。OK， 接下来就进到相对可能倒数第二复杂吧。OK， 就是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到我这边和弦并不是写 D 5就是那种 power chord， 而是它其实是一个 D minor 和弦。虽然说它一开始只有先弹 power chord 出来。对，当然它后来会依序变成 D minor， 它是慢慢按下去的。OK， 所以一开始也是一个 D 5的 power chord， 然后它的长度总共有三拍。然后到第四拍的时候呢，你要记得按住，因为这个上面你有看到这边有写个 lettering。对，所以这几个在 lettering 范围里面的音符，你都要让它们持续发声。所以你可以看到第四拍的第一个音，第四弦的第七个，这个你原本在 power chord 的时候就已经先按住了，好，就是你的无名指的部分，食指、无名指、小指嘛，好，这是一个 power chord。那你的无名指原本就已经按着第七个了。同样的，在最后这个小节最后一个音，小指也是一样，你已经按住这个第七个。那这个第五个要怎么来呢？简单的说，就是你要用封闭和弦的方式，就是食指整个摊平，很多人食指会这样子过来，但不行嘛，对不对？然后因为我前面已经写 lettering 了，所以你不能，你的食指已经被封印在这个第五弦第五格了，好，没有任何疑问，所以你只能用食指的后段，好，把这个第二弦的第五格压下去，所以弹起来像这样子。我稍微移过来一点点，好，是可以看到后面的范围。有问题，再来一次。对，你应该可以看到我弹到这个音符的时候，食指稍微摊平了，就只用封闭的方式弹。然后接下来呢，下一个小节就是第十一小节的第一拍的反拍，这边有个第六格，实际上你就是把中指再压下去，对，那它就变成一个完整的一个 D minor 的形状，这样子 ，OK 吗？好，那当然可能有些人弹过木吉他 D minor 在这边呢、啊，这第一把位 D minor， 好，这第二把位。OK， 那我大概弹一次，就是我弹一次这个范围，因为稍微复杂一点点，看一下食指的运作哈。再一次 ，OK 吗？好，简单的说，它就是把这个旋律，把这个旋律放在 D minor 里面，好，放在 D minor 里 ，OK 吗？好，接下来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我写一个 C 和弦哈，一般人想 C 和弦可能是这个，但其实这个应该算是严格来说的话，你光就吉他的概念来看的话，它应该是 C 和 G， 对，但是因为整体的和弦 ，bass 这个时候应该是弹 C 啦，所以我们还是叫它 C 和弦好了。那直接用食指把二到四弦第五个压住，其实这个手法其实是来自于 C 和弦的这个。好，把它拆解成只有二三四弦 ，OK 蛮好，在电吉他这种简化和弦还蛮常见的 ，OK。在第十二小节的第一拍，这边你有看到一个斜线，这是滑音，只有这个第五格的地方需要 picking， 弹了以后滑到第三格，
然后有休止符，然后再勾起来。所以这个哦，这两个是这两件事情哈、哦，稍微看一下这个地方，这两件事情是完全不同的哈、哦。一个是 OK 吗？哦，就是你必须要把它消音掉哈、哦，用手刀的地方。那如果说他今天他是写成像这样子的话，节拍听起来是一样，但是那个就是必须要延音下去。这样懂意思吗？你有时候你的弹奏有没有听起来很精巧？就是常常出现在这些小地方。OK， 好，所以12小节到13小节等于完全没有弹，就是让这个 B 降的和弦延音四拍这样子。好 ，OK， 所以我慢慢的用100的速度弹这四小节。好，预备，一。2 3 OK， 好，这样子这个速度的话应该可以听得出来有些地方是休止符。OK， 好，我现在回原曲的124，一二三四。OK， 好，如果有按过一些和弦抛扣之外的和弦的话，这一段应该会比较好弹。事不宜迟，我们就往下走到最后两个小节。那我要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音啊，你可以看到这个三个五哈，就前面讲过的那个 C 和弦的部分。那这个其实在原曲音乐里面它是弹这个东西，它是对，就是弹一个第三弦的空弦音 G 的闷音，就是像这样子。对，但是这是第二把吉他的部分。那我会建议你一个人弹的话，你可能还是把这个第一个音这样子，对，然后就是弹成像这样，你声音会听进到第14小节那个第一下听起来会比较饱满哈，这是你一个人要去弹两把吉他配起来的东西所做的一些小小变化，它听起来会比较饱满哈，你一个人弹的时候也不会切到这段的时候突然和弦声音都不见了这样子，就是我指的和弦声音都不见，就是类似像这样子。你懂我的意思吗？对，就是一下子下去就很闷，所以我会建议还是把第一拍还是先把和弦刷出来以后再来弹后面的东西。好，然后你这边也会看到有点复杂，你可能会看到 PN， 好，就是闷音，手掌闷音，那 PH 人工泛音，对，那也有一些变化。那我会建议一样，就是在跟前面讲过一样，就是在你弹人工泛音下去之前先弄熟它到底弹了哪些音符。好，你可以全部都用闷音弹没有关系哈，所以我全部用闷音弹一次，先弹第14小节。OK 吗 ？OK 吗？它其实有一点点复合节奏了哈，750。OK 哈，三个音的旋律这样子。那我把全部用闷音弹出来。OK， 最后有一个第四拍，有一个向下滑，跟前奏第一个小节的内容一样。好 ，OK， 那我们现在就慢慢的一拍一拍这样抓过来，先抓前两拍 ，OK 吗？一个开放，然后你要马上闷音下去，噔噔噔 ，OK 吗？好，然后接下来有一个人工泛音，第三弦第七个 ，OK， 那我就。还是一样哈，我不讲人工泛音到底怎么弹，就是你可能 YouTube 上面有非常多教学。接下来两个闷音，有一个人工泛音。从这个人工泛音开始，后面全部都是人工泛音。我现在蓝色点这一段，你可以看到 PH 的虚线有这么范围有这么广嘛？所以 对，如果你的人工泛音。就是比较熟练的话，那会有比较轻松一点就对了哈。只是需要再多练习一下。
OK，那我用很慢的速度慢慢弹这两个小节，一样，先用100的速度就好了。好，预备，等一下，看谱，一二三四。弹错。洗掉刚才的记忆，然后我们现在用142弹一下。但我必须要说，其实它这个人工泛音跟闷音中间的那个界限，它原曲里面也并没有非常的做得非常的干净，然后所以感觉到就好。OK， 142的速度 ，One two three four， 再一次一二三四。OK 吗？那我就顺势的直接从头到尾弹到结束。One two three。OK， 好，非常大概的结束掉了。那很多人写信来问过这个，那希望这段教学可以帮得上你的忙。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在下留言。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时间可以留言，因为比较忙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啦，下课。